你做偌久？做兵两年，啊，我三年嘞，啊 所以到了中统这个阿扁的时候，他 说我要实现中华民国宪法，然后我要帮助中华民国国民，无共台湾人民。结果104条那边有记载，违背誓约，这个104条在等待阿扁。104条是什么？违背誓约，这个就任总统的死刑一条。所以阿扁说：“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我做袂到，就是做袂到嘛。”哦，好像我的台语只有这一句话比较标准哈。我做袂到，就是做袂到，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安尼有好听无？安尼好。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我的台语只有这一句话比较标准了。不过，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有这样的机会，那真正要结束中华民国的，唯有我们台湾民政府。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呢，我们需要有了旅行证件。其实美国都在一直在帮助我们，你看在我们新竹五峰乡，我们山地的那个地方，有飞弹、反飞弹雷达，是东南亚最大的。我有几个青年在那边帮忙做事，我说有没有看到美国？有啊，有看到，哇，人高马大，不能进去啊。然后内湖，美国驻内湖的美军基地在那个地方，快七甲。全世界也是蛮大的一个七甲地，而且美国驻全世界有3个地方是99年加99年，咱的台湾的内湖其中一个，一个是古巴，第二是 Okinawa，第三是我们台湾的内湖。99年，搁增加99年，意思是啥物？鼓鼓噔噔来祝福帮咱令台湾，一直到建构自己的政府。所以是我们不是在创造历史的新的面貌，不是吗？所以大家的责任更大。望大家搁继续拍拼。所以真正要。我们台湾民政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路。我们利用真正的台湾，我们台湾民政府，其实最重要的是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中国才不会欺负台湾呢。其实不是中国共产党欺负台湾。是中华民国一直在欺负咱台湾人，搁家己台湾人，搁欺负家己台湾人。哇！还有我们高沙族的，以为是他当警察，几县级就不得了的样子。我说好啊，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看你怎么办。哇，那么厉害啊！所以有的不要一直推卸别人，实际上都是中华民国，就是在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观念，正常的观念造成有这样的问题。好，所以我也想到圣经的有一段这样的经句：上帝啊，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因为他必应许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不可再转向愚昧，慈爱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彼此相亲。这个就是公义和平、慈爱跟诚实，
是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人生价值的核心。我当牧师这样的去看，这样的角度去诠释。那我们也期待大家一定会有另外的自己解释，没关系。不过我们看看，在整个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需要理清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跟台湾无关，台湾与中国无关。旧金山合约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所有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台湾主权的归属，那也没有把日本天皇的主权放弃掉，因为日本政府是天皇委托人民所组织的政府，现在的日本政府。所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是他还有更大的土地，所以今天安倍晋三他也非常高兴，他要修改这个日本的宪法，让他们也知道说原来日本不是只有九州四国本岛这一些，应该还有大日本台湾跟琉岛琉球，还有是北方四岛，这整个都是大日本时代的原来的土地。所以秘书长真的厉害啊，真的聪明透顶，还能够把这个事件当作国际化，把这个事件当作美国要负起更大的责任，所以美国一步一步的带动。所以我们4月21号我参加被指派也参加美国所谓的华福事件。那华福事件我带的这个我们的 ID， 我们台湾政府民政府的身份证，到日本到美国国务院的时候，只有靠这个 ID 去读刷卡就进去。所以这个真正的身份证，不像别人所讲说在那边诈骗集团，奇怪了，怎么喜欢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你看我们宜花东州的那个，我们宜兰的那个总办公室啊，是对面对面是宜兰县的警察局总局的办公室，是宜兰警察总局的对面，就是我们宜兰宜花东的办公室。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见说原来有真的是诈骗集团，他们早就抓了，那我们秘书长就不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不必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美国一直在背后帮助我们，那琉球就像琉球的我们旅行证件在9月8号要去美国宣布我们的国际记者会，以后会有更大的消息。那这一次我们的车牌已经在我们的阿管律师在他的手中，我们各州也已经预备就绪要准备那车牌。那你们要申请就是要第二批第三批下一次都可以。那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看见台湾民政府的确是让台湾真正看见台湾的价值在。所以真的是就像圣经所讲的时候，台湾也是流奶与蜜之地。什么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只是农业产品，农业也好，整个的土地肥沃也好，都非常好。那特别是新沙、西沙、南沙群岛，还有台湾、台南的油田，是全世界比阿拉伯多2倍半的油田。你看这些那么丰富的，我们后后代代一定是更大的祝福。但是秘书长常常交代，每当贪污哦，不能贪污。好，谢谢各位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都参与，希望怕表，希望我们年轻人按着你们的 FBI， 不是 FBI，FB 非时不可，多联络你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把你们所听的，把真正台湾民政府的存在跟价值，让台湾能够有新的面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虽然不好讲，但是还是要继续，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更大推动之一。谢谢各位，好，多谢各位，兄弟帮真令。请起立。起立。休困十分钟。我这里有五位学员哈，还没拍那个识别证哈，等一下麻烦到一楼去找那个工作人员拍照。王乃毅、陈仁和、徐玉生、连柏宏、杨顺明，以上五位，谢谢。